Yo, what's up? 今天的画面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现在我把 M6 换成这一台 Olympus EM One Mark II 的这台机来做 vlog。现在是凌晨2点钟，我在 upload。由于我家的 area 是完全没有 internet port 了，没有办法申请到 TM Unify 或者是 Streamix， 没有办法申请到了。现在我用住我手机的 data 来 upload， 所以是非常慢的，所以求你们见谅，哎呦，求你们原谅我不穿衣服，因为这几天真的是热死了啊！那些穿住衣服那些，我真是觉得你们好晒累啊，尤其是女的，还里面还要穿多一件啊，然后外面还要穿多一件，基本上是穿两件衣服，你们更晒累啊！我站在你的国家，穿着 hoodies，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今天呢，我妈妈生病，喉咙痛，发烧，幸好我回来了，不然我们谁带你去看医生？你讲，你讲是谁会带你去看医生？基本上呢，昨天是没有什么睡到觉啦，因为哦，我好不容易要睡下去的时候呢，就有人牙痛了，没有睡到觉。哎，你好了，你再打给我。OK。你要在这边的医院。哦，老威。七早八早，很多人排队哦。我站在你的国家，穿着 hoodies。我已经安全的把我的母亲送回家了。现在，我要再补充一些精神，睡一下。等一下要去做 gym 了。睡醒了，现在要去 gym 了。哇哦，现在已经是下午了哎。那你看现在的天气。没有蓝天白云，不懂，等一下是不是会下雨呢？OK， 等一下呢，是有一个东西要去拍的啦，就是一天学一招，就是说我要在一天里面学会一个新招，因为你要学会一个东西是。基本上不是一天就学得会了，但是我这个单元叫一天学一招，唉，又是考验体力和耐力的时候了。Damn! 刚刚进完了，现在打给多美多，看他死去哪里了。哇老喂，挂我电话，你想死啊？你系咪？多马多，你在哪里呀、啊？多马多，多马多，竟然不知道多马多死去哪里了。刚刚挂我电话，如果我是你女朋友啊，我一定讲分手啊。现在呢，要先回家冲个凉，然后去吃一点东西，然后去滑板场拍那个一天一早的那个。不懂多美多今天会不会 join 我啦？如果他今天有 join 我的话，明天你们就会看到我跟他出现在第一集。OK， 在这里要顺便讲一下，有很多人讲哦，哎，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回信息啊？道理很简单的，因为太多信息要回了，我太多了，我没有办法看完所有的信息。所以如果没有回到你们信息的呢，请见谅哈，因为我实在是连简介的时间都不够了，所以我有时候看信息是很慢的，我只有在早上一睡醒的时候才会偶尔去看一下，偶尔会回复一两封信息这样子。
OK， 现在已经冲好凉了，要去找Tomato先，看这条球死去哪里了。OK，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 3TQ， Tomato 就在里面。你在这里做乜嘢啊你？哇 ，Olympus， 哇，哦，这个是 Olympus 的相机，哇，哎 ，Hello， 你睡醒了没有？哇，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砰6999嘛，砰，怎么这边旁边那个纸还没有撕掉？哇，哇，这个敢粘住 ，Andy。听讲你最近很开心哦，这不是人来的。哎，你懂昨天他为了你陪你还完全放弃我。我可以给你 footage， 有 footage。好啦，我都不得顾虑了，问你自己阿哥阿哥放。这个人呢，在我的家喝醉酒哦，然后呢，吐到我的整个客厅呢，全部都是红酒，还不用紧哦，然后还。要我帮他冲凉，不要紧，我已经把他 lock 下来了。只要你们想看，你们在下面留言。没有人会想看我的啦哟。我自己去下面留言讲，我想看。这人，好谁好谁啊的？不用穿了啦，这个挂上去啊。啊，挂上去先啦。要丢扇子啊，丢扇子啊。可以丢了哦，那个手花，手花可以丢了哦。Andy 拜拜 ，Andy 拜拜。你在这么鬼？呀！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了呢？鬼，你这一两天跑去哪里？你冇讲我啊你，你自己跑去哪里才是、啊？我跑去哪里？我跑去哪里？啊！你跑去哪里 ？Vlog 都放出来了，你问我跑去哪里啊？ Yeah, 啊！那个尖叫声啊！滴滴滴是不会滑板的。下面还很多留言，怎么？我登对，我登对，会高又啊，高又啊，啊！哦，你最近在看？啊啊，对，我在看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Epson，Epson 哦，那个好笑，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我真的推荐。I wet you 啊 ，I wet 高又啊，高又啊！What the fuck, kid? Fuck are you wearing? Let that go back. Wet高又 this boy 啊！哇，你的英文进步了嘞！哇，我看他们的英文，只有他们可以让我明白他们在讲什么吧。其他人都不懂，我就懂他们吧，他们真的好笑哇老哎！讲真，你考到没有？先不要讲这个先，你考到没有？我们先 cue intro 先。哎呦 ，Olympus， 现在哦，又有可以看得到自己旁边，又可以插一支麦在那边这样。现在人家已经用 Olympus 了啊、你还在用什么？我现在才用 Canon M50 啊，是不是？那人家已经用 Olympus 6999啊。那请问一下啊 ，Sony 啊，你们有没有要 support 我一下啊？啊 ，Canon 啊，大家都在问 Steady Game 鬼屋是又玩又几时拍啊？我知道你们一直问我这个问题。Stress， 好 stress。可是最近哦，我有一个新的方向，就是我要出国哎，我终于想到要出国了。没有讲解，你没有跟我讲过。Okay. 你要我讲解，你有没有跟我讲先？给、okay, ，因为那整个东西啊，都是通常都是我讲的，然后他就懵乖乖这样跟着我去死这样。哎，就是我想到想要去新加坡 的鬼屋啦，想要看一下新加坡有没有什么鬼屋。就啦，芭蕾啊，出国，出国。哇、啊，然后要全从最近的国家出发先。去那个丹国讲出国，哇啦，很喜欢出国、所以如果你们是新加坡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新加坡出名的，我要出名的鬼屋。然后我不会给警察抓的哈、妈的，我们在马来西亚给警察抓，我们怎样都有办法出来啊。新加坡真的是要靠你们了，那种治安很严这样啊，然后又不可以吃那种戈壁。那个啊，这样子啊，我们没有办法、那我们如果是在马来西亚被抓，我们讲，哎， you help me, I help you.
Help me help you。 等一下我们进去出不来，好险以后你们没有鬼屋水网看，你们只可以去看。你们 走走走走走走、哦、所以呢明天、哦、你们看到我的影片的时候不会是 vlog 啦、哦、是我们两个会去。你会去吗？你不要假假这样又去了。你又没有讲就是去那个一天学一招的那一个单元、啊、哦，你的新单元。我们两个学的东西一样，因为其实我也不会的那个东西。真的我跟你讲，这个真的那个修喇嘛偷掉我们的 auto 的那个 skateboard 啦。是啦，现在我老板叫我学没有 auto 的啦他不要买啊，用 manual 的、现在我们 manual 不要紧耶。妈的，这个科技怎么这样发达，对不对？那有 auto 我们要学会用 auto， 他妈叫我用 manual。 至少现在我们要学跳是不是先学走吗？没有，跳就马上跳了。我所以我没有先学走，我就直接 跳。 Of course No man Thai OK， 我先在这里结束掉今天的 vlog 先，因为我们要去滑板嘛，我们现在已经到 Paradise Mall 了，所以先在这里结束掉今天的 vlog 先，因为一天学一招这个单元会在明天的时候你们会看到。OK， 如果你们身边有朋友哦很不开心，或者是刚刚失恋，你身边有很多负能量的朋友呢，请你马上叫他 subscribe 我，还有看我的影片。这里哦有一个红色的 button， 就给他一把大大力的按下去。 See you in the next vlog。 我站在原来国家穿着 hoodies，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 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我的骄傲。 Yo It's hot in here， 把继续拿着 M6， 我的手机，我的 drone， 继续 vlog， description below。